是否我一个人走，想听见你的挽留。春风秋雨飘飘落落，只为寂寞你给的爱。好好，张宇的歌声是陈绮拿谁来啊？张宇的歌声，这个答案会让你们吓一跳，非常特别。林峰。错，三个字，罗大佑。林峰是热闹的街，不是热闹的夜。啊，那个罗大佑，罗大佑是陈绮谁的？你们谁来的哭腔？鹿港小镇，热闹的街，热闹的，这是一样同一个。对，好，来再来，张惠妹的歌声是陈绮谁？苏芮，苏芮，苏芮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年轻的几乎是一模一样。对，哦，有研究。对，年轻的时候几乎是一模一样。各位，我讲一个，你一定吓一跳。真的吗？好，小宝 ，Air Supply， 张雨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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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雨生的声音是陈绮是谁 ？Air Supply 不是 Air Supply， 是。好，我一讲你一定吓一跳，好吧？张雨生的歌声就是陈绮是。卓一峰，来，不是谁？他一定吓一跳。卓一峰一定吓一跳，腿软了啦，差点跪下来，你知道吗？来，我知道，一遍，我知道，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，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的心跟着心。没有，我太爽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可以陈绮那一个声音，对，我努力。那种高音的，高音的歌手，他声音听久都会讨厌。压力太大。见好就睡，见好就收，一小段。你看，赵传老师有没有？他现在大概都要降到一个半全音，所以他演唱会，我是跟他讲，我说不会。他说：“哎，没有唱原 key， 好像比如 Hotel California， 你怎么可能不唱 B 麦呢？对不对？一定要原 key 嘛，它跟古典乐已经一样了。啊，后来我说，哎，那个传哥，现场现在听你演唱会的感觉哦，竟然融入了岁月的感动。哦，这个很重要。以前都年轻都靠这个，哎呦，我知道靠搞固同啊，靠搞固同。”靠搞固同在冲，没有弟弟在引领呐。这要问董娘啊，年轻的时候是不是靠冲的嘛？对不对？15年前啊，醉了啊，冲啊！哦，啊冲了。啊，现在因为白董老师是吉他手，哎，所以年纪慢慢大，要靠指法。什么啦？这就是所谓的 finger style，finger style。明白。弹吉他琴要先调琴，调琴。调琴要调好。是。哦，好危险的节目。Oh my god！ 下一题，请出题。哦，先奏题。啊，一定会的，一定要会，太简单了。电奏，电到了。哎，这我跟你讲，中最痛苦，明知道答案，对，写不出来，还在不要先看这一组的，看了，哎，不可能没有了，不能再动了。好，3、2、1，请看，来 ，Let's dance， 你给的天美。
深的锁住了我，隐藏不住的。